好，找到幸福感了。大爷大妈来相亲，大妈直呼这就是我要找的密斯特瑞。老铁们，今天来相亲的大叔可以说在老年界算是个优质大叔了，月入7000，没有不良嗜好，还会穿针引线，卫生搞得也相当不赖。在家就不让人收拾了，收拾干净人儿，那我埋汰一点我受不了，打雷回来都得干，做个饭这边做饭那边收拾的，该擦擦该收拾收拾。哎，你不干咋整啊？谁给你干的？要说过日子，刘大叔可是个过日子的好手。为了省下10块的手工费，愣是学会了用缝纫机。都是吗？这不马鞭机吗？哦，他跟缝纫机还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马鞭是马鞭的，专门马鞭的。嗯呐，这个是杂的，这马这边不都是吗？就马这边。啊，就马这个边吧。啊，马这边，那不出秃噜吗？哦。嗯，就马这边。这都是你自己买的啊！你上外边你砸10多块钱，扯那蛋干啥呀？在这嘎达自己啥都会，没人学呗？人不得学吗？你这是啥时候会的这活？我这现学的。多大学的？学的有5-6年了。但是刘大叔也有大方的一面，买个按摩椅都得大几万。大叔说了，这钱就得用在刀刃上，不能花在刀背上。脚底都得按摩，这脚底都是。你挺注重保健呀，大哥。这脚底都按摩的。10000多呢，这么贵呢？那啥，13000多。我发现你这个像砸裤脚子、砸被单这种的，你省，这你怎么不省了呢？哎呦我的，这咱们该锻炼身体，这不是按摩吗？啊、主要保健事吗？啊，那你说人活不就是为了你自己保健的事吗？啊、身体哪嘎不舒服，你买该享受就得享受，你有钱得花到刀刃，不能花刀背上。知不知道？你得会享受。就这么一个踏实能干又过日子的好大叔，却有一段不幸的婚姻。俗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大叔离婚起因就是10几年前的一场车祸。这场车祸不仅让他失去了好的工作岗位，还葬送了自己的婚姻。但是就是这个手指头，这是有钢板。这现在这里边还有钢板，钢板在这儿。啊，这里边现在还有钢板。钢板在里呢。没想求这么大事，不想求，求一把遭罪。身体状况，人单位也不用你。为啥呢？你跨胳膊，你受伤了。等96年出完车祸以后，一天比一天打仗，成天干。外面一个人，人家说跟你打仗离婚，你等你一点点说俩人打仗感情，一点点破裂，再加你出车祸，完了。说起上段婚姻被戴上绿帽子的大叔，还是满肚子的委屈。跟你说话都一态度都不一样。这咋的？当时跟你说话怎么个态度是？什么态度？你就跟他说话，不雷你，不像以前说话，俩人合计啊，做那嘎达，走老公啊，你看这个事儿咋整？要让你看这事儿咋整？都不带这样的。不雷你，今儿个走回家，明儿走回家。最后大叔还是选择了结束这场不幸福的婚姻，各自解脱，再找老伴。刘大叔也很实在，丑俊都是后话，只要本分就行。得找一个就是长相我都不挑，我就找一个得咱说不好听的 得跟我实习实习过日子，守本分的，实习还得说体贴你的，哎，疼你的。那对于对方的这个经济呀、啊、经济啥的，他有，他一月能开个支，我不需要他钱，他大富大贵我不要，但能开1000块钱我都不要，你吃我的就完事儿。了解完刘大叔的情况，红娘觉得住的离他不远的张大姐挺合适。大姐今年51岁，月入3000元，有房。这是我住这屋，老妈来了之后，完了老妈住这屋，这屋不有阳光吗？老妈在这屋呢吗？嗯呐，在这屋呢。啊，我打个招呼。哎，大娘你好。哎，不用起来了。没事没事。就说脚崴了是吗？嗯，脚崴。坐下。啊。我们今天来干啥？知道不？知道。跟老妈说的。啊，说来的。我老妈可开通了，就是，年轻人这些事儿她都能接受了，没有接受不了，特别特别好。我老妈。张大姐那可真是一个抓钱的好手。大姐说了，自己这大半辈子就干了2项事业，一个餐饮，另一个就是在修正集团的打拼。其实我这半辈子就做2项事业，一个餐饮，一个修正。我这农村孩子嘛，农村孩子正好赶上那个改革开放，
我18岁的时候就在方饭店当了20多天服务员，那时候公吃公住啊，挺省心的。面对生活，大姐从不服输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不能准点上班，大妈就开始做起了小生意。我骑自行车早上6点给人上铁北去上毛蛋吗？上回来煮，煮完汆，完晚上搁那小炉子上道边烤。这毛蛋我一晚上我才挣，我才卖它卖6-7十块钱，我能挣多少钱呢？我得研究烤着串儿。啊，我家孩子爸那时候没干啥嘛，这是打工那打工的，反正也挣不着钱，整了个炉子，开始。我俩整烧烤，我们一开始出路边摊，然后在我们楼空子里头，然后后来又出大篷车，然后再就开店，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。虽然大姐没啥文化，但是却有一个上进的心，为了有个好职位，大姐自学财务，除了上班另外还打着3份工，就这劲头日子想不过好都难。我曾经有4年吧，就是白天挣3份钱，白天是做一份正职，做2份兼职，晚上去火锅店给做钟点工的，做4年，我就比较喜欢挣钱。那像那这4年的时候，这一个月这4份工能挣多少钱呢？加一起？一个4000的，2个1300的，一个1200的，完了吃住都单位的。太厉害了姐，那要不咋在长春买房呢？对于再找老伴，张大姐的要求也比较独特，不要高大威猛型的，就喜欢个矮的。我爸没有太多要求，就是他就不赌博，就是最好是不赌博不吸烟，别人没有啥要求啊。就这样，我不喜欢特别高特别大的那种男人，我不太喜欢，偏瘦一点的好一些，就是偏矮一点瘦一点，对这种的。我不太喜欢太高特别，因为我长得小。这说的不就是刘大叔吗？简直就是量身定做啊。了解完大姐的情况，红娘就带着大姐来到了刘大叔家，看看这俩人今天到底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呢。你好，姐到了，进屋。你好，鲜味儿小。看到大叔的第一眼，大姐就找到了一见钟情的感觉，尤其是个头，就2个字，喜欢。对于这大哥这个眼缘咋样？挺好的，挺有眼缘。挺好的。大哥这个个头呢？我能接受，可以接受。不觉得大哥？不觉得。这是哪块？这有阳光啊。这是阳光。在洗手间。这是那啥，女性的。这房子挺好，挺漂亮的，挺宽敞。平时就你自己啊？自己。自从来到大叔的家门，大姐对大叔各方面的夸奖那是形如流水，赞不绝口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上头。除了大叔这个人，大叔家的房子那也是全方位满意。房子不错呀，挺好的，干净的，亮堂的。但你看这个白色调，就我最喜欢的白色调。厨房真好，这厨房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。这厨房够不够大姐？哎呦我的妈，我这嘎达这嘎要不放这个冰箱直接我就打通了。那还有个冰柜呢。这冰柜，哎呦天，那个大冰箱，速冻青菜啥都有，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黄瓜，真过日过日的人哈。哎，豆角点赞，这才哪到哪啊！来，再来看看大叔的动手能力。那个瓦边机，那个，这个得往里一伸，是啥就走了。你也会用啊？手这个手动的，那不是，这俩都是搁脚踩的。姐，跟你讲啊。就这个边儿都是大哥自己买，我自己啊。另外，我前后脚都自己整。那你找谁呀？给俩的。你找谁呀？这年头你找谁？你就上外面，你得10块20块能下来吗？我裤脚至少得5块钱。认同，过日子的人都这样。我也是有钱花到这儿上。我不想花钱的人，除了过日子上对大叔十分赞赏，对大叔大手笔花钱的方式大姐也十分赞同。两人就是一个频道上的，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做啥咱都喜欢。蚂蚁这一万多钱，你说这价这一万多呢？1万多少？13000多。13000多，蚂蚁真会生活啊。我说你这有细该细心的地方细心啊，这要是说那个舍得投资的地方是真舍得投资。把各个关节啥的，就脖子这地方，我不用，不是你上来试一下呗。我这还拿这个，鬼子还能那啥？来，我给你打开来。哎呀，谢谢，太幸福了。太幸福了。除了懂生活会过日子，大叔还没有任何不良嗜好，
从进屋到现在，大妈说的最多的俩字就是优秀。眼前这个老头就是自个心中的白马王子啊！随着不断的了解，大姐对大叔的好感度越来越爆棚。大姐这头是一点悬念都没有了，一圈溜达下来，大姐问起了大叔的基本情况。不问不要紧，一问大姐却不自信了。我这月得说，要是我称呼是14年，14年称呼完了，我要是。按那个乘务员退的算完了，我工资稍微高点，要是今年22年再涨点，我能涨到7000块钱。不少，在这地方来讲不少，这地方都挣多少钱？经济给这儿呢？这我有点担心哈，就是咱俩这同谋说，他能不能嫌弃我这个各方面条件啥的没有人家好？一提到这方面，就感觉像有点不自信似的。对大叔的情况，大姐越了解越满意，但是相比下来，大姐不自信了。大姐说了，自己没有稳定单位，社保也是自己交的，还得交2年才能退休，但是这钱我自己掏，让大叔不用担心。退休呢，说的我这个还得交医保社保，但是我对对方没有要求，你不要想说的呀，他挺困难的，他奔我来的，奔我钱来，啥都不用，没有这个人我也一样交，我也一样往前走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咱说不好听，以后走到一起，真有眼缘，跟俩人真的是共同往这个家庭过日子。我说你有事我也不能看热闹嘛，是不是？你没钱，那我就眼瞅巴不管嘛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就这么寻思。但是大姐说了，不用你。是不用我，咱们也不能那么看热闹。别看咱刘大叔个头小，但是这做派相当爷们，自始至终大姐没有提过跟大叔要一分钱，大叔也从没计较大姐的经济条件。你家孩子现在干啥呢？我姑娘给长春呢，长春那房子吧是那个我跟孩子俩买的，然后我要是在这面的那房子就给孩子了，正常，那给孩子比较破这面的房子。咱说你活不就为了儿女房子，那咱无所谓，咱有自己有房子，是不是？挺爷们的，长得小挺爷们的，这样是这样，真的，就是我像我们都这个年龄，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，也见过很多人的，谁一说话举手投足的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你看你说那话说的都说到心里去。整个过程两人都是你牵我让，这才叫正八经找对象，不像有些大妈还没相处呢，买卖先谈上了，要知道要着不足，给着有余，这个道理的深刻含义，什么东西都不要抓得太紧了，这叫智慧。早他们来我也待了。他不老。不老，一点都不老，我这没有没有皱纹，一大堆的不老。我不得，就戴习惯了，不愿戴不得劲儿，知道吗？老了聪明，聪明啥聪明？聪明绝顶了。这瞎说错。说实在的，解说了这么多期，这是我见过第二次这么和谐的相亲了。这次相亲结果已经毫无悬念，在这真诚的祝福大叔大姐有个幸福的晚年。我收拾屋这边方面是个短板。不是那么像人家那么太那啥的，因为你做饭我收屋子，我一直在外边儿。咱不用的，不用的，我不用，都能包我都能包，不用。他是上厨房愿做饭，找媳妇俩人，这个家就都是共同的，是不是？咱多干少干那无所谓的事儿。太好了，找到幸福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。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，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钟。我是爱你们的小咖，咱们明天见。